这两天，湖北襄阳一名13岁的小小伙伴在网上火了，谁得谁都管他叫大哥呀。13岁就成大哥了？不是13岁成的大哥，而是出生人家就是大哥。为啥？因为孩子姓周，名叫周润发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周润发，一字不差，所以打小啊被人叫大哥，发哥。孩子妈说了，这名字是自个儿坐月子时跟孩子姥姥开玩笑唠嗑，说孩子叫周润发还是周星驰好呢？哪成想孩子姥姥当真了，去给孩子上户口的时候直接写成了周润发。结果从小到大，孩子走到哪儿都被人开玩笑，再想改名却很困难，弄得孩子也很苦恼。各位家长伙伴们，给孩子起名还是慎重些吧。